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40面，240面。最后的，倒数第四行，又佛菩萨与二乘之神通有多种不同。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。这一段是法藏比丘营造西方极乐世界，告诉我们那个世界的居民，他们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无比的殊胜。这一愿呢，特别是介绍啊，德能里面的一种，也就是我们六根的本能，眼耳鼻舌身意。那么现在在一般社会上啊，称为特异功能。那特异功能是有，我也见过。那跟这个经上所说的是没有办法相比的。这种特异功能呢，甚至于连小乘、粗果都不如。而且他会不会失掉的？早年我在美国住的时候，遇到这个中国政府好像派了十几个，很年轻，我看也不过就是20出头的样子，有特异功能，特别是所谓的 X 光眼，它能够看透人体里面的内脏。我在洛杉矶有一个同学，请他看，他指出他这个肺部曾经得过肺结核，但是现在已经钙化了，已经结疤了。指出他的位置，他非常惊讶，这个秘密他结婚的时候连先生都不知道，没人晓得，从来也没说过，说明是真的不是假的，那么我们曾经问过他，你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与生俱来的，他生下来就有这个能力，有人有天耳，能够听到很多不同声音给他讲话，给他传话，那也不是假的，这个天耳通跟天眼通啊，我见过不少。我问他，你这个能力会不会丧失？他会。为什么会丧失？年年渐进长大了，知道事情多了，慢慢这个能力就退化了，大概到30多40岁的时候就没有了。这跟佛经上讲的相应，我们能够理解。实际上，这是本能，每个人都有的。我们本能多大呢？就像佛经上所说的，我们的天眼
能看到变法界虚空界，能看到宏观宇宙，能看到量子，就小光子能看到。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？这个能力到哪里去了？能力还在，没有丧失。没丧失，这个要知道。二是有障碍了。什么障碍呢？烦恼、习气。佛经上讲的无明烦恼。无明烦恼是起心动念。尘沙烦恼是分别。见思烦恼是执着。你有这三种烦恼，这能力就失掉了。不是完全失掉。现在我们眼还能见，耳也能听。不过能力很小，就是眼各一张纸就看不见。耳朵稍微远一点距离的时候就听不清楚。不是本能有那么大的能量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呢一点都不稀奇。佛陀教我们修行。什么叫修行？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我们的行为有了错误，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。比如说刚才讲的，一般人通通都有这三种不同的烦恼。每一种无量无边的，这数不清啊，这些烦恼习气。你能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了，恢复清净心你看我们的经体，那就是修行的标准。第一个是得清净心，再提升得平等心，再提升得大觉心就是正觉。正觉就称为佛陀。无分别是菩萨，无执着就是阿罗汉，人人可以证得了。所以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本来就跟佛陀一样的。有这么大的能量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那佛一句话说破了。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我们的智慧德能向好就跟佛一样，没两样他成佛我们也成佛了。从理上讲，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，这一念觉你就成佛了，一念迷你就变成凡夫了。这个道理大乘教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要承认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也有，个个人都有，没有一个人不是。所以学佛要肯定这个理念。学佛的目标恢复我们的智慧德相。我们中国老祖宗教学跟佛没有两样。老祖宗教导我们，教学的理念就是要肯定人性本善。三字经上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要肯定这一句。人性本来都是善的，就跟佛讲的，他那个善的意思
就是佛家讲的佛，你本来是佛。啊，这是完善到基础了，你通通都是啊。啊，是肯定这个。啊，可是在事上你去观察呢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性是相同的，就本善是相同的，可是习性不善啊，所以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那本性不善啊，这性相近，习相远啊，如果不教啊，苟不教呢，这个习性跟本性距离就越来越大了啊，到最后啊，本性不见了，习性当了家了，这就叫反复啊。教育理念从这个地方兴起的，为什么要教？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为它有习性啊，习性不善，所以要教啊。怎么个教法？教之道归一传。佛教传到中国来了，对中国传统文化帮助很大了啊！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啊，他有很多话了，让我们感觉他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刻的了解啊。他说中国古人心量很大，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啊，异族文化就是指佛教文化啊，从印度传过来能包容啊，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是个纲啊，没有细讲啊。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，把这几个纲领详细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这就是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啊。你看我三字经上这中国本土东西啊，教之道归一传啊。啊，佛法怎么个教法呢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这是佛经上讲的啊，这就是归一传的道理啊。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呢啊，过去历朝历代圣贤辈出啊，在佛法里面修行正果。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，2000年来，我们估计至少啊有这样成就的人超过10000人以上啊。这种成就实在讲呢，超过印度啊。佛法教人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戒定慧。用这个三个方法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古往今来十方世界一切凡夫修行成阿罗汉成菩萨最后成佛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。戒是什么？戒是规矩，你不能不守规矩啊，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呢 啊一定要守规矩啊，真守规矩，没有疑惑，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学，普通人跟一般常人啊，你要是学一门的话，大概3-4年就得定了。得定什么？心清净了，妄念少了啊，7-8年就开悟了啊，开悟了，智慧现前了，清净心生智慧
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几千年了，过去私塾教学全是这个办法。我这个年龄还上过私塾，时间很短，大概只有一年，以后就改成学校了，改成短期学校，这个教学就没有了。私塾教学就一门课。小孩一天到晚想的就是那一门功课，他不乱。所以现在呢，一般学校采取外国的东西，外国这些方法比中国差远了，2007年，剑桥大学汉学系的一位老教授，汉学家，我2006年去访问伦敦，那是我第二次，我就访问剑桥，访问伦敦大学。第一次去的时候看过牛津大学。我给汉学系同学们上过课，给他们同学这个老教授吧做过交流。向这些同学们说。这同学们我佩服，他们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，能看中国的文言文，这不能不佩服啊！拿着佛经写博士论文，有一个同学告诉我，他用《无量寿经》写博士论文，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本子。《无量寿经》有9种不同版本，我说你用哪一个？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，就是我们用的这本，不容易啊！用孟子，用隋唐的文学家，他们的这个著作写论文。我说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可以将来在欧洲啊也做个名教授，著名的汉学家。可是我说，你们一生依旧会生活在烦恼、痛苦的世界。他们大家都笑起来了。我说你们不能跟我相比，不可能像我这么自在、这么快乐。什么原因呢？我说，你们所选的汉学，内容包括的儒学、道学、佛学，这外国人的字是从这边往这边读吗？你看，佛学，道学到这个道学，儒学。我说我学的跟你们颠倒，我说我们中国人从这边念，我从这边念呢，就是学儒、学佛、学道，这就不一样了，儒学、道学、佛学是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，你自己得不到受用啊。那学儒学道那不一样了，学儒要学孔子，像不像孔子？学佛要像释迦牟尼佛，学道要像老庄，那你真学得很像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你看夫子《论语》头一句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他的生活快乐，生活幸福啊！这个快乐幸福从哪来的？从学习当中得来的。他把他所学的东西全落实到生活上了，习就是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何学何用？
他快乐无比啊。这种快乐与富贵贫贱毫不相干啊。孔子学生里面物质条件最差的颜回呀，那生活是真贫苦啊。可是学生里头最快乐最幸福的，孔子最赞叹的，赞叹颜回啊，没赞叹别人啊。释迦也如是，你看他自己是王子啊，他要不出家的，他是国王啊，舍弃王位啊，就出家了。出家干什么？出家教学啊。所以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现在人把佛教成为宗教，这对释迦牟尼佛来讲是很大的冤屈。他不是宗教啊。父子三十而立，这是讲学问成就。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，同样境界啊。孔子受无又至于学，32立。释迦牟尼大概的差不多，那东西方两个圣人啊，开悟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。79岁过世的，教学49年了，每一天乐此不疲，他没放过假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教学还有寒暑假，释迦牟尼佛没有。啊，在全世界我们敢说，这是模范老师。啊，用今天的话来看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什么人？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。你们想想对不对？他什么身份？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他教学不收学费呀。孔子还收一点素修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。啊，他的生活方式很简单，你看日中一时出去徒步，啊，树下一休，过这样简单的生活，他快乐无比，法喜充满。长生欢喜心从哪得来的啊？我们读这一节文字啊，那就知道了啊。他那个智慧神通道理没人能跟他比啊。而且佛说的是他的那些神通道理每一个人全有，你们现在为什么透出来，就是因为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这个东西害了你，你自己不晓得啊。所以佛法教学首先教你守规矩啊。这规矩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最主要的放下烦恼习气啊，用什么方法把它放下？那方法太多了。佛家讲84000法门，那方就是方法，门就是门道、门径啊。那个很多个人可以不相同，但是干的是一桩事情，远离一切烦恼习气，你心就定了。定是你的真心。乱是你的妄心啊。这现在这个年轻人呢，心都很乱，心浮气躁啊。啊，心浮气躁什么都学不好。啊，所以现在学生不好教啊。心浮气躁怎么来的？主要的电视、电脑、
啊，这些电影、杂志、刊物，全是叫你幸福去找。你看内容说的，都杀盗淫妄、暴力、色情的搞这个。现在人很可怜的，从小啊，尤其是父母都工作，没有人教他了，啊，谁教他？看电视，电视教他。啊，上学了，中国我不清楚。啊，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，美国小学一年级就要用电脑了。一年级的小学生，我们细心去观察他，他在电脑里面学学校功课，大概每天一个小时足够了。其他的时间呢，全是看电脑里面的那些黄色什么黑色的那看那些东西，所以把小孩全看坏了啊，不知道孝顺父母，甚至杀父母的、杀兄弟的，在学校杀老师、杀同学的，在美国不是新闻呐、啊，常常有啊。啊，他们政府也着急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啊，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，下一代就完了。所以我早年在新加坡。新加坡的演培法师，我们是老朋友。啊，有一次他请我吃饭，在他的道场，他道场还不错，啊，相当有规模。啊，那一天他们有个活动，啊，信徒年轻人多，有六七百人。啊，吃饭的时候他问我，哎，他金孔法师，你赞成民主还是赞成专制？我说我喜欢皇帝，我不喜欢民主。他说为什么？是皇帝负责任，民主不负责任，因为他一任就是4年，4年就换了。啊，他不负责任，不像皇帝，皇帝才真负责任。他要不负责任的话，他这个朝廷就被人推翻了。啊，所以在帝王时代，像这种电视、电脑，早就被处罚了。啊，你们念古书，你看孔子杀赵振某。啊，那什么原因呢？那是扰乱社会呀，能言善道啊！啊，那邵振毛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杀他，言论自由，啊，出版自由，那没办法干涉他了。啊，孔子只做了卢斯寇三个月办这么一桩事情，把扰乱社会的人给杀掉了。啊，所以孔子也下台了。啊，这下台什么原因？我们能想到，孔子是个正直的人，是要做好事的人。啊，像他那样人不多嘛，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太少了，那大家当然排斥他了。他在政治上怎么能立足？所以他如果要像释迦牟尼佛那么聪明的话，啊，学问成就之后就教学，那还得了啊！啊，他老人家73岁走的，啊。
那就很难得了啊。所以古人这些掌故，我们去细心去观察，你就了解了啊。古人真正是保护人民啊精神生活的干净啊，他对这个非常重视啊。啊，古时候确实言论没有自由，出版没有自由，啊，国家管得很严，人民有福啊。啊，这自由有什么好处？自由到最后，整个世界毁灭，啊，灾难这么多，社会这么混乱，啊，所以我的主张啊是有道理的，啊，那延培法师说我落伍了。啊、你怎么还怀念到过去、我说过去越想啊过去越好。大同之治在中国实践过。啊孔子是非常向往。他那个时候没有的，孔子生在乱世。啊中国什么时候是大同之治呢？尧、舜、禹。这三代啊。啊，禹传位给他的儿子王启，啊，启是真正的好人呐、啊，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找到像启这样的人的时候不容易呀、啊，哎、啊，是大家公认的，啊，王启以后的时候，这在中国就叫小康了、啊。啊，这是禹王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，那儿子是圣贤的，不是凡夫啊。啊，所以古时候这个帝王选继承人都选圣人，选贤人。啊，所用的这些大臣都是君子。啊，所以政治能有那么好。啊，靠什么呢？教育，没有别的。圣贤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，所以学记里头才有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，建立一个政权啊，这个治理这个国家什么最重要啊？教学最重要啊，看看中国的古礼啊，看看中国古时候的制度，你就晓得，把教育摆在第一，国家所有一切设施都是为教育服务。啊，那我们看现在的社会，看西方的这些国家，他们把什么摆在第一呢？把经济摆在第一，把工商摆在第一。啊，把商业摆在第一，啊，这是人之所必争的。孟子见梁惠王，孟子就建议梁惠王了，把利要放下，把仁义要提起来。啊，你这一个国家社会，每个人都讲仁义，都讲伦理，讲道德。国家就大治了，如果人人都讲利，这个国家肯定为王。啊，这是2500年前，啊，孟夫子讲的话，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见了。啊，可是人能不能教呢？能，人还是很好教的。我们曾经做了短时间的实验，做成功了，证明古人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在汤池办的这个中心，啊，不到半年，效果卓著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我们以为中国传统的这个教学丢掉了将近100年了。
要想再恢复，至少得要3年吧，才能看到效果。没有想到，4个月效果卓著，真正证明了人性本善，证明了人是教得好的，而且很容易教。那现在的问题呢？他就是不教嘛，他就没法子了。所以这是个大问题。关系现前的一些灾难。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不是自然灾害啊，与我们的思想行为密切相关。你看佛家教我们守规矩，一门深入，你就学一样东西。学多久呢？学10年，10年学一样。麦大伟教授到我们汤池去考察，在那里住了4天，回国的时候经过香港，跟我谈了6个小时，想邀请我到剑桥去办个书院，属于剑桥的。我也很欢喜，我也很感激他，可是我告诉他，我说我不能去，说为什么？我说你们学校那种制度框架加给我，我教不出学生出来。他说你怎么教？我说我不会教，我们老祖宗会教。老祖宗什么方法教？我就告诉他，三字经念过吧，三字经他会背，四书都会背。就这个外国人，我不能不佩服。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教育最高指导原则，那就归一传，就是一门。我说举个例子，譬如《论语》，他说你怎么教法？我说我的学生不一定要大学毕业，不一定要硕士学位。我这个博士班，只要两个条件。什么两个条件？第一个德行，第二个文言文。有这两个条件行了，父子教学，头一个是德行，第二个言语，第三正事，第四文学。德行摆在第一了。德行学什么呢？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儒家的根弟子规，道家的根感应篇，佛家的根十善业，这三个根要扎稳，都很小的东西，分量非常少，不是背的，不是讲的，是教你做的，字字句句你老老实实做到。这是圣贤的根基呀，一生不能违反呐。一门深入，你专攻《论语》10年的时间，专攻了，你心是定的，你不会想别的东西。我教怎么教法呢？我选择历代的一些注解，指定一两种，让你去。去看，上课的时候，学生上台讲给我听。我教你学，我不是讲给你听。1个小时，学生讲50分钟，最后我10分钟做讲品。他说：“那这一样东西也不过3、4个月就学完了。”没错，学完怎么办呢？学第二遍。2遍学完，学3遍，1年学3遍，10年学30遍，
十年之后，他就是现代的孔子。我们培养出一个孔子出来了，那得了吗？这个世界上能够有十个、二十个孔子，天下就太平了。最后我告诉他，你回去，你学校要赞成我这个办法，我去，我很乐意去，啊，认为我这个办法不行，要改变你们的你们的章程宗旨，这啊法令规章啊，那就算了，啊，我说我还是要教，啊，我用的方法是这个方法，古老的方法，啊，这个交叉方法的时候，把年轻人害死了。头一堂语文，第二堂数学，头一堂还没装进去，第二换题目了，一天换好几个，学生的头脑像浆糊一样，这怎么行啊？中国传统的教学，古印度的教学，终极的目标是叫他开智慧，不是知识。啊，所以今天外国这些东西啊，高等学府里他所求的是知识，他不是智慧啊。知识处理事情有后遗症，而且不会圆满，智慧是好的，智慧能解决问题啊，没有后遗症啊。啊，我给他讲得很清楚，啊，他终于是搞明白了。啊，这个人是非常难得，非常的热心。智慧开了之后，你没有学到的东西，你全都能贯通。啊，所以佛经上讲，一精通，一切精通，他开智慧。一切法不离智慧，没有学过的，你一看就明白了，一听就明白了。啊，学佛的，那儒家的东西、道家的东西啊，这外国这些东西能明白吗？能。连先这个现代的科学界、科学哲学，在您面前全通。啊，现在哲学、科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啊，这佛经上都有啊。他一说问题在哪里，我们知道啊。啊，宇宙这些现象，不外乎三大类：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。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对这一方面的研究，我看他们的报告，我看得很欢喜。啊，他们讲的量子里面的东内容。在佛法叫阿赖耶，啊，讲宇宙的缘起，量子发现完全相同。可是最后的那个问题他不能解决，最后就等于，这个念头就是念头的升起，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他们今天讲的是无中生有，啊，说出这么一句话，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讲，它不是无中生有，无中不会生有。佛法讲自性，我们中国古人讲明德，啊，明明德，亲民之欲之善。那明德就是自信，啊，自信是光明的，那明是智慧，啊，这个东西是本有的，不生不灭，啊，用佛法来解释四书，四书就是华严经，
啊，会讲得很透彻，啊，用科学来印证。啊，在宏观宇宙里面，科学家的报告说，啊，最新的这仪器只能观察到宇宙的10%，还有90%不见了。啊，这他们找不到了。他说不见了，我们会点头，我们知道到哪去了，回归自信了。自信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。啊，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你就是捉摸不到他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能见到他呢？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见到了。啊，科学家没放下了。啊，所以他只到这个极限，而这个极限佛在经上讲到了，你用第六意识，就是用我们的思考研究，它有边际。啊，宏观的边际就是到宇宙的边缘，微观的边际到量子力学，再没法子突破了。啊，再突破要放下，放下就突破了。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信息传给科学家，啊，希望科学家在大乘佛法里头解决他最后的问题，啊，那就大圆满了。解决最后问题的时候，他把一切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，20年、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佛教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。啊，他不再被人家称为宗教了。方法妙啊，这里面所说的全是本能，你通通都能恢复，那你就证实了嘛。啊，这就不是假的了嘛。啊，你只要把这些障碍放下，障碍是自己造成的。啊，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任何人没有办法帮助你，啊，佛菩萨不能帮助你，啊，上帝对这个事情也无可奈何，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那么上面这个前面呢，啊，他就讲有多种不同啊，他一共是讲了9种不同。啊，讲了9种，第一个是宽狭不同，啊，第二个是多少不同，第三个是大小不同，第四个是持俗不同。前面这三个不同我们学过，啊，这叫能力呀，啊，说完全说我们的本能，啊，本能。从哪里来的？从智慧来的。智慧是从自信来的，是你自家本有的。你只要把障碍去掉，啊，佛法的修行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没有别的，就叫你放下。啊，我们因为放不下，所以才叫你执着一个。啊，用一个，你天天想一个，把其他的想法都放下，你就想一个，用这个办法。啊，你想念佛，你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用什么呢？把所有念头都打掉，啊，不管这个念头起心动念是善念是恶念，都不要管它。念头才起，古人说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啊，你赶紧觉悟，回到阿弥陀佛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其他念头都没有，时间久了他就清净心现前了，目的达到了。啊，清净心是第一个目标，平等心是第二个目标，啊，大彻大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。啊，所以第一个目标达到了，就像学校的学位一样，啊，学士学位拿到了。
第二个目标是硕士学位拿到了，第三个目标是博士学位拿到了。啊，佛陀就相当于博士，在佛教育里最高的学位，菩萨是第二个学位，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。所以阿罗汉拿到清净，菩萨拿到平等，啊，佛拿到大彻大悟。这学佛学这个东西的，你要知道啊，不是人间的功名富贵，与那个不相干呐。啊，那得真正受用，那就是这一段所讲的了。啊，这神通是受用啊！啊，你的观察力量强啊！啊，科学仪器用不上的，啊，用上用定功，用自信本能，不需要用外面东西来帮助。啊，比所有一切仪器的时候更厉害，啊，效果更大。我们今天看这个，从第四个看起啊，第四在241面第三行，啊，第二句，第四持俗不同，啊，二乘于至原处，多识乃至，以其不同如意通故，啊，这是讲能力里面的一种，叫如意通。啊，如意通是什么呢？飞行变化自在。啊，我想很多朋友们看过《西游记》，《西游记》孙悟空有72变，那个72变叫如意通，那是很小的如意通。才只有72种，菩萨如意通无量无边呐！啊，72太少了，啊，那是修得的，啊，那么极乐世界的居民，他不是修得的，他也不是报得的，啊，你比如人生天。天有五通是报得的，生到天上就有。啊，像我们人间有这些特异功能的，啊，这些人这是报通的，啊，他生来他就有，啊，但是他以后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啊，妄想多了，杂念多了，烦恼多了，这就没有。啊，这个东西就是障碍嘛。啊，永远保存清净心，它就能保持这个能力不会失掉。啊，但是保持不容易，你每天看电视就很糟糕啊，那就严重染污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。你像二乘人，声闻根缘求，这得清净心的啊，他们有这个能力的啊，于至原处多识乃至，好像飞行一样，它有时间的啊。那么诸佛菩萨。一念能知十方世界，以其所得如意通故。啊，这个诸佛菩萨是刚才给诸位说的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的。啊，这个菩萨叫化身菩萨，中国大乘里面所讲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些人他们的能力就大了，他的如意通一念便法界虚空界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
啊，我们在前面学过很多了。啊，因为他们能够回归到自信的本体。啊，你看，贤首大师《望境还原观》里面跟我们讲，三种周边，这就是这个的证实啊。啊，就是这一种如意通的理论根据啊。啊，第一种，念头才动，周边法界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念头才动啊，畜生无尽，就整个宇宙现象现前。啊，第三种啊，含容空有，含是包含，容是容纳，空是虚空，有是万有。你说那个心量多大？啊，一念之间，它能够包虚空，容法界，啊，大乘教里常讲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三种周边是把宇宙的真相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，这科学家没讲到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了解之后，那为什么要学佛？我要恢复我自己自信的本能。啊，我有圆满的智慧，我有圆满的德行，有圆满的相好，为什么不恢复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做出样子给我们看。啊，我在没有学到这段经文之前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以后读的这个经文证明了我的想法正确的。啊，我想的是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每天到晚去偷摸，偷了饭菜，有的啊富贵人家饭菜不错，要偷到贫穷家那个饭菜很不好吃啊，甚至于在经上看到的乞丐外面讨的饭，路上碰到佛了，把他那一点饭就供养佛，想求一点福。那个饭闻闻什么馊了，很难吃。我那个时候怎么想法呢？佛的智慧神通到底是圆满的，一定到他嘴里说，那个味道就完全变了，就变成最好的味道了。以后读的这个经文果然如是。啊，任何不好的东西的时候，甚至于毒药的时候，一进他的口都变成上味，啊，都变成最好的营养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唯心所现嘛。啊，他是什么心啊？他纯净纯善呐，没有丝毫恶意啊，啊，所以他能转境界。你看佛家讲的是这个相随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上灾难能不能转？能转，啊，在佛法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。只要居住在地球上的人，心念要转过来了，这地球上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灾难是从哪里来？从贪嗔痴慢疑来的。啊，贪心感得的是水灾，啊，海水上升。啊，嗔恚感的是火灾，地球温度上升，那嗔恚呀。啊，风灾是愚痴。啊，傲慢是地震。啊，傲慢心不平啊。啊，还有个怀疑，怀疑是造的罪，怀疑什么？
对圣贤教育教诲啊，他怀疑，他不相信。那这些灾难，你自作自受，你都要承担。如果你能够相信，你能够学习，能够依照这个来去做，灾难会化解。啊，对个人，个人身心健康，什么病都没有。啊，年岁长大，身体状况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。但是学佛，这是第一个好处啊！啊，身心健康啊！啊，我老师做出样子给我看。啊，李炳南老居士。啊，他95岁的时候，还自己烧饭、自己洗衣服，不要人伺候。啊，95岁那一年呢，同学们才苦苦的哀求，啊，有2个学生自动愿意照顾老师，啊，勉强接受。这说明说他自己行吗？何必要人要麻烦别人呢？啊，老师一天吃一餐，吃多少年了？他告诉我，打30多岁的时候学佛就开始。啊，到90多岁，70多年了，70-80年了，啊，日中一时，一天吃一餐了，啊，工作量是普通5个人的工作量，那么大的工作量，啊，我跟他的那一年，他老人家69岁，啊，我跟他10年，啊，他是我们的好榜样啊，啊，是证明啊，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不求人嘛，自己能照顾自己嘛，不求人嘛。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绝对不是地位高，啊，不是有财富，不是的。啊，粗茶淡饭，身心健康。啊，每一天增长的是智慧，是德行。你多快乐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压力这过神仙生活啊，何况有人做出样子来给我看，我们也知道这不是假的，这是真的啊，所以我的日中一时跟老师学的。我在台中10年了，我那个时候日中一时是5年了，我有这个基础啊。以后出来弘法，啊，大家看到日中一时都不放心，啊，说是你这个不吃的时候营养，差了，将来身体坏了，我们担不了责任，啊，那没办法。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把一餐改做3餐，量很少。我那日中一时的时候，那时候一餐吃3碗饭，啊，这普通的小碗，啊，我吃3餐呢，一天一餐吃1碗，还是一样多，啊，我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所以你要晓得，日中一时省好多麻烦了，啊。早晚不要吃东西，省好多麻烦，啊！而且自己烧一餐饭的时候，从开始是这个烧，我们老师山东济南人吃面食的，我也跟他学，啊，用那个挂面，我们家乡叫挂面，此地叫面线，啊，很好煮，啊，
一餐饭从煮饭到吃完的时候25分钟，你看多简单啊，很容易啊。老师告诉我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啊，啊，你需要东西多了，你就得求人了，你有谁一个人不求人，这是最高的。啊，所以这些呢，我也不希望大家去学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要烦恼轻才行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身体是个机器，饮食是能量的补充。你这个机器需要消耗那么多能量，你要不补充，它就会生病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可是能量消耗到哪里去呢？我在那个跟老师那几年的时候，我得出一个心得，我向他老人家报告，我说能量的消耗应该是90%-95%消耗在妄念上。你想东想西，胡思乱想啊！哎，老师一拍桌子，对，有道理。啊，与劳心劳力消耗很少。啊，劳心，我看到李老师，啊，他每天要教学，啊，那他还是一个公务员。啊，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，叫孔德成的主任秘书，要帮他办事，上一上班，啊，教两个学校，啊，他是好教授，啊，还要教这学佛的这些学生，啊，我们跟他学经教，一个星期3个小时。啊，另外还教国文，啊，要教我们学国文，一个星期也是3个小时。啊，还有的时候，是这个国内海外的这些牧民来访问，啊，来请教的人络绎不绝，所以跟他约时间见面，要一个星期之前给你排时间。啊，临时去找他一定找不到。啊，所以我得出的结论，与劳心劳力消耗的不多，就是大妄想消耗太多。啊，这胡思乱想啊，那你吃不饱不行啊，你必须要补充这个能量啊。啊，所以要减少能量呢，先要少生烦恼。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那这个一餐呢？是够了，足够了。啊，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秘密，啊，是很有道理的。那么这是说，你看二乘人，二乘人呢，他只放下执着，分别没放下，妄想没放下，所以他有神通，啊，他有如意通，但是他要到一个地方要相当长的时间啊，但是肯定比我们现在飞机快，我们飞机是赶不上他啊。比如说飞机，我们从香港飞到美国要飞10几个小时啊，他可能半个小时就到了啊，如意通就半个小时就到了，他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啊。如果是菩萨，那个能力就比他强多了，啊，这个菩萨是普通的菩萨，啊，就是分别放下了，那他比他这个比他的能量超过10倍都不止，嗯，他还是有时间，啊，他从此地到美国需要30分钟，啊，那菩萨大概需要的时候。3-4分钟，啊，就能到了。可是化身菩萨了，一念就变化界。这个要知道啊。
本能恢复了。啊，我们如何训练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训练不起心不动念，就达到这个边缘了。啊，那怎样才能够训练这不起心不动念？你首先要肯定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东西真实的，你才会放下吧。你样样都当真嘛，所以你放不下嘛。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啊，真的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啊，不但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学了华严，学了无量寿就知道了。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也不是真的。啊，什么东西真的？常寂光是真的。啊，万事万物是从常寂光流出来的，最后还回归常寂光。啊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循环，啊，周期的。啊，所以在宇宙当中，就像一个钟表一样，里面许许多多的齿轮，啊，都有连带的一些关系，有的转得快，有的转得慢，啊，通通都有周期性的，宇宙。亦复如是，啊，整个宇宙就像一个网络一样，它非常有规矩，一丝毫都不会乱。啊，这个科学家告诉我，2012，啊，是我们银河系里面，啊，银河的中心，太阳跟地球。排成一条直线，是这么一个周期，这一个周期5万多年，啊，这个周期不大，啊，才是银河系里不没有超过银河系之外，啊，2012时候碰到的时候，哎，正好他这是，玛雅历的是第5个周期。啊，那么这种排列对地球可能会有影响，啊，也可能没有影响。啊，这个科学家也警告我们，啊，希望没有影响，啊，但是他有条件，啊，什么条件呢？他提出了3句话，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，要我们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是吧？不错。啊，人类会把这个世界带向更美好。啊，那如果要是不能转变呢？啊，还是搞严重的一些贪嗔痴慢呢？那这个灾难是不能避免的。这个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！啊，所以化解我们自己的问题，啊，身心健康的问题，家庭。和睦美满的问题，社会安定的和谐的问题，啊，乃至地球上种种灾难的问题，不要问别人，问自己。端正心念这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中国老祖宗几千年来教导我们后人，叫什么？不能不知道啊！叫我们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所有一切学术都不脱离这个框架。
啊，你看儒家的四书五经十三经，没有离开这个总纲领。再扩大，你看四库全书，啊，经史子集，任何有它也不没有违背这个原理原则。这叫中国传统文化了。啊，违背了就出麻烦。啊，在个人身上呢，就出现了健康问题。啊，家庭呢，家庭出了不和的问题。啊，社会就有动乱的问题，地球就有灾变的问题。你看看。啊，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。老子讲过，老子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。啊，老子讲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跟佛家讲的，跟现在科学讲的一样。我们对这科学家不能不相，不能不佩服啊。啊，他们今天有这种成就，不简单。啊，那么再看第五，虚实不同。二尘所化现一切，相思而已，不得实用。啊，这二尘人，他们能变化，他也能变佛，也能变菩萨。啊，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一样，啊，他会变，变得像魔术，让你欣赏，得不到实用。啊，可是佛菩萨不一样啊！啊，诸佛菩萨所化现的，皆得实用。啊，你需要它真有作用啊！啊，譬如你要过河，在急难时要过河，它真的变化一条船。帮你渡过，啊，渡过之后你再去看船没有了，不见了，那就是佛菩萨变化，它真管用。啊，这虚实不同。第六呢，所作不同。啊，诸佛菩萨化无量人，各令有心，随作一事，令人意。这个异变，佛菩萨他能分身，他能变化啊！分身跟变化是两种形式啊，分身是自己同样的一个身。啊，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，而且很多。啊，前面我跟诸位提到一个名字，我记不得了。啊，年轻时候看有印象，《神僧传》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唐朝时候的。啊，印度有一位高僧，在中国传教。也是讲经教学，啊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佛教是教育，啊，传到中国来的是教育，啊，这个教育是皇上自己亲自抓的，啊，中国从汉朝汉武帝建立这个制度，啊，对于国民教育呢是用儒家的，孔孟学说用儒家的。宰相抓这个教育，啊，所以他底下有个机构，叫礼部，啊，就是现在的教育部，啊，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，啊，管这个传统教育，
佛教是从外来的，佛教教育的时候是皇帝亲自抓，所以佛教的传播就超过了儒家了。啊，用中国人敬皇帝，啊，所以这个寺院庵堂，这都是佛教这个道场的名称，啊，称寺、称院、庵堂，啊，寺是永久建立的，啊，这称寺。啊，所以寺院庵堂的建筑可以盖宫殿式的房子，啊，这是皇帝准许的。还有说佛是皇帝的老师，啊，他也会做佛门弟子，啊，对老师的尊重，啊，所以佛教的这个道场可以建宫殿式的。啊，那么现在我就不主张了，现在我们建学校，不要做建宫殿式的。啊，要把它回归到教学，啊，那么佛教在中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所谓是宗教，我相信不超过300年。啊，寺院庵堂不教学了。啊，去做金灿佛寺，做法会，做超度，搞这个事情去了。啊，这从前没有的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大概完全变成这个样子，应该是慈禧太后手上。啊，慈禧太后对于文化不太重视，她喜欢搞迷信。啊，所以上行下效嘛，他这一带头，哦，民间大家都来学他了。啊，所以历史我们要知道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必须把佛教回归到教育，他对社会才有贡献呢，这能有用啊。啊，这个宗教要走向祈祷的话，命不长。啊，我是今年6月，啊，有这么个缘分，随同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去访问梵蒂冈。啊，在罗马，我们跟天主教的教皇见了面，啊，跟他们的主教做过了。交流，那讨论宗教以后怎么个走法？啊，他们的代表教宗的陶然主教，啊，弘一主教，告诉我，就最近这些年来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啊，他们有统计，他们受洗的嘛，每年受洗的人越来越少了。特别是年轻人呢，跟学术界，是他们很担忧。啊，我当时就提出我这个看法，我说为什么？早年，啊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，啊，像摩西、耶稣、啊，穆罕默德、释迦牟尼佛这些人，他们在创立的时候。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？啊，乃至国王大臣、知识分子，包括一些哲学家，啊，哲学比科学早，啊，为什么都愿意来学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。穆罕默德教学27年，摩西的年数也应该很长，耶稣是被人害死，只教了3年。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晓得，宗教创始人当年在世都是搞的社会教育啊。
啊，经典里面偶然也有记载。啊，这些教主们呢，也行一点什么神通，啊，给这些疑难杂症的，给他们治疗，也很有效。那这个不稀奇。这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中医里面讲的推拿术，你有问题给你摸摸这按摩就好了，哎，这个不稀奇，啊，很神妙的，都有道理，啊，你比如佛经里面，你生病了，啊，佛教你念咒子，治病的，啊，这大藏经很多，可是现在全不灵了，那什么原因？它是用阴身治病。啊，让你发出一种声音，震动你身体某个部位，把这个穴道阻塞的地方一震动通，问题解决了。那个音声强弱长短那有一定的，所以那要口传，记下来就不行。啊，所以这种治病方在唐朝时候很盛行啊，啊，很管用啊。现在大藏经我们照念不灵了。啊，不管用了，为什么呢？音念错了，啊，所以它就不灵了，啊，我们觉得说它是有道理的，啊，用音声，啊，在科学上它讲得通，不是讲不通啊，啊，它主要啊是教学。所以今天宗教的时候，我们把教学放弃了，都去搞祈祷。啊，祈祷你说有效啊？这个灾难呢，我们一祈祷，灾难没有了，人家骂你，根本就没有灾难，你们胡说八道，你无法争辩嘛。啊，我们知道有效果，但是人家不相信嘛，你拿不出证据出来吧？所以还是要恢复教育，啊！所以我们最后结论，每一个宗教都要恢复教育。宗教这个教育叫什么呢？现在全世界的教育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，没有伦理的教育，没有道德的教育，没有因果的教育，没有宗教的教育。我们宗教教育把这些课程补进去，啊，补他们的不足，那你对社会就有贡献。啊，特别是要用中国词汇来解释宗教。啊，这是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接受了。中国词汇，这宗是什么意思？宗有三个意思，你们查字典能查得到。第一个意思，主要的；第二个意思，重要的；第三个意思，遵从的。啊，教也有三个意思：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宗教连起来，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遵从的教化。这意思好不好？大家都赞成。啊，用中国词汇来介绍这个宗教，啊，那我们要真正做到，啊，重要的这个教育是什么？伦理道德、做人的教育啊！你今天这个学校的时候，会就毕业的，他会做事，他不会做人呐、啊。所以企业家、大的公司，这个工厂，啊，需要人才。会做事的有，不会做人，他不要啊，不敢用啊。啊，所以我就提倡说，宗教今天做什么教育？补缺的教育，这缺什么？缺德吗？在补这个吗？啊，这对社会就有贡献了。啊，这个就不再走迷信。啊，当然现在这个祈祷这一类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废止，完全废止它有困难，作为附带的主要要教育。
要教学，把经典里面啊，特别是关于伦理道德因果普世的教育，要把人教好啊。宗教教育里的核心，我们提出四个字：仁慈博爱啊，这是任何宗教经典里面都讲的，没有不讲仁慈的，没有不讲博爱的，就用仁慈博爱做所有宗教共同的教学目标啊，希望呢真正能化解冲突啊，从夫妻的冲突，这离婚率太高，这夫妻冲突啊，啊，父子冲突、兄弟冲突，这家庭邻里乡党的冲突要化解，啊，带给社会安定和平，那、啊、宗教就做了一桩大好事了。啊，这个天主教认同啊，所以今天解决真正化解冲突，恢复安定和谐，除宗教之外找不到第二条路啊，因为在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人口还是占多数啊，现在是民主政治投票选举啊，这个宗教徒是很大的一个群体啊，有这个票源啊，这些人真正要是团结起来会影响政治啊，影响政党，影响族群啊，真能做出很好的贡献。我们把这个这一种想法、这个看法介绍给联合国啊，也产生到一些效果啊，现在就要真的干，不干不行啊，这个干呢一定要做示范点啊，那会起很大的作用啊，所以现在的时候，你像我们净宗学会啊提倡的这个三十七念的佛事，也都是属于祈祷啊，祈祷也有科学的证明。最有力的证明是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，做成功了啊，他做了17年，在联合国多次的表演啊，水是矿物，证明他能看，他能听，他能懂得人的意思啊！我也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啊，我去过2次啊，听他的报告啊。他最初不敢接触宗教，因为宗教是迷信啊，怕人家说他是迷信啊，他跟这个宗教划清界限。我告诉他，不是你这个试验呢，在佛经上全有。他非常惊讶，我说你试验还差很远，距离差很远啊，因为在佛经上讲的，任何一个物质，只要是物质，它都有精神现象啊，精神跟物质永远不能分家啊，再小的物质现象，你想念小光子
啊，比基本粒子还要小，它里头有受想行识。啊，那么它反应的现象一定是有色声香味。你现在反应的只看到色，声香味你还没能发现，你还差很远来。啊，这他才接受了。啊，他拿宗教来做实验，哦，每个宗教那个反应的接近图案都非常美。啊，就他现在开始做这个东西了。啊，他在琵琶湖做了个实验。啊，日本的琵琶湖很大，像大海一样。啊，但是它确实是个湖。啊，有一个海湾，那个海湾是死水。20多年，这个水呀，它不流动，所以水的气味很难闻，很肮脏。啊，他就找了300多个人。在这个湖边做祈祷，找了一个老和尚，90多岁老和尚带着大家，祈祷的时间1个小时，非常简单啊！祈祷这1个小时，要求大家把什么念头都放下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啊，让清净心恢复出来，只想一个问题，一桩事情，湖水干净了，也就这么一句话。啊，用300多个人的意念，这个力量，对这个水，湖水干净了，湖水干净了，湖水干净了，就这一句，念1个小时。到第3天，湖水真干净了，气味也没有了。日本的电视新闻报道都宣扬这种事情，保持了6个月。保持6个月，所以我告诉他，我说你最好2个月去祷告一次，他不就永远能保持吗？啊，这就是说明，况物，他有受想行识，他有感受，啊，我们用爱心对他，他的反应，那个接近的图案非常之美。我以恶念对他，我恨你，讨厌你，那个图案就很难看。啊，那么经过水，然后我们可以拿物质，你像这个水果，啊，很多学生做实验的都做成功了，啊，甚至于这个吃的饭，啊，一锅煮成的饭，啊，你摆在2个碗里面，啊。放在两边，一边就对他讲我喜欢你，那个一杯你说我讨厌你，啊，过了3、4天，这喜欢你的时候，它发酵了，味道很好闻，啊，那个讨厌它的时候，它变成黑色了，气味很臭，很恶臭，啊，它就不一样。啊，任何物质你去做实验，都实验出来，啊，这是就说明。佛经上讲的没有错啊！啊，现在科学量子科学家发现了，物质的基础是什么呢？是念头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啊，佛经里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在佛教里面可以说是心理学家。啊，问弥勒菩萨，普通人起个念头，啊，我们一般人起个念头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细念，有微细的念头，啊，有几个相，有几个实，啊，相是什么？相是物质现象。实是精神现象，佛问了这么一句话，啊，弥勒菩萨答复说：一弹指，啊，这一弹指时间很短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，啊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我们中国人算法是
320兆，这一坛指320兆。啊，那我们谈得快的，我相信有比我谈得快的，我年岁大了。啊，年轻人谈得快的，大概可以一秒钟谈5次。啊，那是谈5次的话，要用秒做单位，那一秒钟就有1600兆。啊，一秒钟有1600兆的这个念头。念念成形，形是物质现象，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，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，它分不开的啊。所以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就是意念啊，意念累积连续产生的幻想，它不是人的啊。那物质有固体，有液体，有气体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它的波动频率不相同，波动的慢的就变成固体啊，波动稍微快的就变成液体啊，再快的变成气体，更快的就变成无线电波啊，所以它是频率不相同形成的不一样啊，千变万化了啊。所以在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些道理啊，现在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，他找出这个物质现象的这个基本的元素就是意念啊，所以意念这个能量太大太大了啊。佛法里面叫你修禅定啊，禅定的念头是集中啊，精神集中啊，会发生非常强大的这个力量啊，强到什么程度呢？强到可以能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轨道啊，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所以地球上这些种种灾变，这小事啊，鸡毛蒜皮小事啊，哪有不能控制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你了解它的原理啊，你才能够相信。特别是集体的意识啊，像这个江本博士试验说，350多个人是集体意识改变琵琶湖的这个恶臭啊，这个脏乱啊，1个小时就能产生这么好的效果。啊，他这个实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。啊，他在联合国做过很多次的报告。啊，所以有灾难，有这种预言，好，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可以准备，可以做准备。啊，那科学家还告诉我们，啊，这是科学报告。啊，讲这个集体意念的力量之大，它是整个地球人数的1%的平方根。啊，大概地球上人数的时候，以65亿来计算，啊，以这个为标准，啊，那么1%的平方根。大概是8000人，8000人如果能够把意念端正了，啊，真的像他所提出来的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意念，能够让这个地球上平安度过灾难，啊，小灾难会有，大灾难。不会发生65亿人
八千人，啊，八千个好人，啊，真正回的回头向善了，八千个好人，能够保佑六十五亿人这么多人吗？谁相信？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邪不胜正。”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一句古人这一句话来解释。啊，多数人邪知邪见呐，这八千人正知正见呐，管用啊。那八千人到哪里去找呢？到宗教里面去找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告诉梵蒂冈，啊，梵蒂冈确实是有这个意愿要求全世界这个天主教徒，啊，我们也同样把这个信息告诉其他宗教，啊，在佛教里面我们要求净宗，啊，我们净宗同学不止八千人，啊，真看呐，真的回头啊，啊，依照经典教训呢去做，啊，自利利他，何乐而不为之呢？啊，科学家又告诉我们很具体的一个方法，这个100万人的这个都市。能够有100个好人，啊，就能让这100万人的都市不遭大灾难。100个人不难找啊，啊，我们京东同学就可以啊，啊，不，香港这个地区的时候，大概有500万人的样子。咋的要找500个人才行啊，所以这些话都是真的，都不是假的，有科学的证据啊，佛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讲得这么清楚啊，今天让科学家的时候给我们做证明啊，让我们对经典这些话不再怀疑了啊，认真去看啊，这个底下这第六是诸佛菩萨化无量人呢，各令有心，随做一事，令人异变啊，二乘不能，二乘人他能也能变化很多人啊，能分很多身，他只能做一桩事情，不能叫每一个做个人不同的事情啊。这个我们在《高僧传》里面见到有这个记载啊。第七呢，所现不同，诸佛菩萨但现一身，令人异见；但出一身呢，令人异闻；安住一土，十方俱现。这二乘人做不到啊！这是什么呢？佛菩萨现一个身，现身。每一个见佛菩萨人呢，见的不一样。啊，我们现前也有个例子，香港圣依法师今年往生了。啊，这是我在香港最好的一个老朋友，他大我5岁。啊，也算高寿，今年88岁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大陆刚开放的时候，
他们香港有三位出家人到普陀山去朝山，在普陀山梵音洞啊，听说梵音洞观音菩萨常常现身啊，他们很久就仰慕，在梵音洞的门口拜观世音菩萨，拜了半个小时，观音菩萨出现了，三个人都看到了，非常欢喜。回来的时候大家就问，你看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，结果三个人看到不一样。这就是菩萨一生，三个人同时在那看，看的不一样。深夜法师看到的观音菩萨像是全身金色，戴毗卢帽，就像地藏菩萨戴了个帽子一样，他看到是那个像啊，全身是金色。另外一位法师看到是白衣观音，是女的像啊，就像我们一般呢看到的是这个白衣观音。另外一位法师看到是个比丘像啊，是个出家人啊，比丘像都看到了，看到的是完全不相同啊。这是佛有这个能力，此地要记住，佛有这个能力就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，这是完全相同的啊。出一身令人异闻，这就是佛经上所讲的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个个都能够听得懂，都能够理解，不需要翻译啊。他说的说没有一个人听不懂，每个人听的是自己的语言啊。这个也有可能的啊，现在科学家也能做到这个，但是不能像佛这么普遍啊。在国际会议上的时候啊，有翻译的机器啊，不需要用人，用机器来做翻译啊。所以这是二乘能力就不行，像阿罗汉跟辟支佛做不到。末后一句说自在不同啊，如涅盘经上说的，诸佛菩萨凡所作为身心自在，不相随处，其身现大，心亦不大；身现小啊，心亦不小。忧喜等一切皆耳啊，这底下有个挂号，意味现身喜，心亦不喜。也就是说，他能现大现小，现种种不同的身，可是他心是如如不动。这是真的。如果心动啊，就没有这个能力了。所以二乘不能。为什么呢？二乘有起心动念。啊，这个在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为什么能现？佛陀在世，有人曾经问过他。啊，佛举个比喻，从比喻当中啊，我们就能够体会。啊，这个比喻是佛问人家：“你有没有看见过敲鼓？”啊，有看见。他说：“鼓里面有什么东西？”那鼓里都没有，空空的。大扣则大名，小扣则小名，不扣则不名。佛菩萨的心就跟鼓一样啊，那什么感应嘛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众生的感不一样，佛菩萨的应也不一样，应的行不一样，应的用不一样，那个不起心不动念是一样的
啊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过。一起心动念，那就变成凡夫了。啊，这种能力我们就失掉了。啊，所以，啊，理明了之后啊，就知道这是有可能的。啊，今彼国天人之神通，如何赞云：今则大乘不共之通，而更加弥陀本愿力。其混同啊，其同凡小之通啊，跟这个凡夫是讲天人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是凡啊。那小圣呢，这就是讲的声闻缘觉，不能跟极乐世界人相比啊，这就说明。学佛这个法门是比任何法门都殊胜，比任何法门所得的功德利益都不能够相比。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会欢喜修学这个法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法门学起来，你一生能有把握成就，修其他的不见得有把握。啊，这个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所以确实有不思议的功能啊，帮助我们把我们自信的能力逐渐逐渐的通通开发出来啊，原理就在此地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